这里为什么不完全封闭起来？据说有空间通路的地方，清气和浊气交汇，有时候会产生混沌。通路太巨大的话，无论怎样，混沌之气都能散逸出来。再说，他们待着也没什么危害，我们辟邪总不能欺负弱小吧。
北洛大人，应该快到了，信物只有一份，等下我就不能陪您进去了。行，里面要是有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，待我出来第一个砍了你。怎么会呀？我觉得吧，王上这么安排肯定有他的道理。
果然是装神弄鬼。
你不是玄哥，长得很像，你是他的兄弟。我是我，你又是谁？我叫云无月，玄哥没有告诉过你吗？倘若有谁手持圣珠进入了白梦泽，我便要依照当初和他的约定，跟在对方身边一段时日。这话怎么说？玄哥让我帮持对方，我见你妖力微弱，想必是得保护你吧。哼，原来如此，他可真有意思。我来这里只是想看看这家伙到底在搞什么鬼，不是想找个尾巴。帮助也好，保护也罢，都别忙活了。我北洛要做什么，但凭自己，何必旁人多事？我已经应允了玄哥。你们之间的约定，关我什么事？确实，我和玄哥的约定与你无关。你若是不喜欢看见我，便当我不存在。
您总算出来了，进去那么久，我正担心着。过了多久？得有一天一夜还多吧。一天一夜。回去，我有事找玄哥。北洛大人，那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？一个女的。女？谁呀？那她现在在哪里？长得好看不？哎，不对呀，天禄城怎么会有我不知道的女子？你，我是说，怎么会有我不知道的女子在古厝回廊里？
北洛大人。您这是？轩哥出事了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轩哥的身体到底？师祖魔所伤，就一直以药物压抑伤势，所以他衰弱得十分缓慢。可一旦爆发，是啊，他连小伤都已经不能自愈了。有妖力护身的成年辟邪，原本不会这样。殷世君。我以为您早就离开了天禄城。这钟声每次听都令人不快。一直往上走，要去神风台的上面，要去神风台的上面。风骨，我们来看你了，给你带了新酿的好酒。当年你给我找了那么多麻烦，现在倒是清醒。这是北洛，玄哥的弟弟，辟邪族的新王。北洛大人吗？您和玄哥大人长得好像。可是，隔壁的小圆和小珍也是兄弟，他们就不这么像。不一样的，玄哥和北洛是孪生兄弟。哦，我们在那个石龛前放了花。是给玄哥大人的。好孩子，以后北洛大人也会带着我们一起战斗吗？把净犯光明眼的那些魔通通打倒。北洛大人，这些送给你，是我平时搜集的。大人，你就收下吧。谢谢。霓裳大人，北洛大人，再见。刚才那事
他们都是孤儿，父母死在战场上。你知道，辟邪死后通常不会留下尸骨。我们只在这条山道上立了些石龛，供亲友祭拜。按照玄哥的遗愿，再往上就请你独自前去吧。那样的孩子也要上战场吗？现在还不会，至少还有30年。辟邪64载成年，在列仪中证明自己的实力后，便可投身战斗。以辟邪之强，天底下哪里不能生存？为什么要待在这个地方？虽然不是所有的魔都觊觎巨型的空间通道，但魔域实在太广大了，哪怕只有1/1000的魔族经由此处进入天地人三界，也会引发清浊失衡、空间紊乱，后果不可预估。如神族这样的强者，自然有应对之法，但更多的妖族、兽族、人族恐怕要遭遇大难。这些玄哥应当多少与你提过。数千年前，辟邪选择在此建城，立志看守通路，维系此间平衡。既然定下了目标，便会世世代代为此坚守。辟邪很强，但在魔域也有数不尽的强大的敌人。苍天之下，黄土之上，凡我妖族，死生莫能幸免。生于此间，必定要战。大人总是板着脸，让人。
听说你让我给你守灵，死都死了还有什么意义？结果直到最后，当年的事仍然半句也没提，没有解释，没有自辩。你这个哥哥真是……
跟我来，去乾坤镇书。等等，用特殊的法子，令玄哥的尸身不至于很快消散。真正的目的，并不是让我替他守灵吧？对，是为了让你得到他残留下来的妖力。为什么？而且，从别处吸取妖力的法术我根本不会，我不该会。这些都是遵照他的遗愿，所以玄哥已经完全不在了，对吗？走吧。玄哥过世，王剑归位，本以为其中的妖力还能支撑一段时间，魔族侵袭我如此迅猛，天地成大局怕是要维持不住了。接下来要怎么做？等到了乾坤镇书，一并竭尽所能将妖力注入王剑天脉，万万不可继续抑恶。我知道你还没有完全觉醒，如今也只能尽力一试。
这里由我们来守。
要小心，近日里许多下等魔发生了异变，势力比以往增强不少。是下等，应当不难对付。单打独斗自然不值一提，但下等魔稍有独自行动，若是进攻，必然成群结队，数量极多，辟邪以一当百亦是常事。而那些更厉害的魔，则会在暗处观望，伺机而动。那个方向是慈幼房，你去吧，我自己往上。殷时君，我和他一起，你不必分心，务必小心。
完美完美。蓝星大人，这样太危险了。如此下去，大阵必将崩溃。可是您，王剑，不，还是不行。先把大人送走。你走。先去乾坤阵术的上面。
弱小的王碧杰。先去乾坤之书的上面。先去乾坤之书的上面。交给我，把它交给我。
拿过来，放到我的手上。你给我仔细听着，我和辟邪的仇怨是我们之间的事，要报仇要血恨都轮不到旁人废话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窥视我的想法？弱小，知不知道我就喜欢把你这种自以为是的强者踩在脚下。我要杀了你，杀了你，杀了你。
你醒了。大阵。别担心，已经没事了。你且歇着，既然能这么快醒过来，应该是无碍了。只不过之前消耗过大，得休养几日。我想见霓裳。那我去找他，正好也把你醒来的消息告诉他们，大家都很担心你呢。嗯。